美女生都怕变黑，丰达美白针希望马上白回来，但其实喝500cc 的水加一颗维他命，就等于美白针的成分。医生表示，夏季美白针的业绩是平常的两倍。用点滴打的美白针，成分除了水、少量维他命 C 以外，只有传明酸。原本用于止血的传明酸，若心血管疾病患者爱美过头、施打过量，恐造成血栓或中风。且卫生署从未核准传明酸用于美白，建议爱美民众还是多撑伞、勤抹防晒乳，多吃含抗氧化成分的天然食物。邓新闻，爱穗 Uso， 信苗爱狗报道。